咱搞了半天，原来是你们那几个贼在背地头陷害我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要给你们耍大风车，车呀车呀车的转。我是说我那个臭娃子找不到了，快点开车，快点开车，老娃儿开挂了。我给你们说，今天你们个都跑不动。你们真的是不晓得我那个有强迫症的人，射了那只臭娃子我好难受。来嘛，今天让你们尝一下我那个武器大师锤王的厉害。哎呀，糟了糟了，还变成武器大师了，快点倒车倒车。看招，引起个那个靠栏啊，原地飞身了。哎呦啊，敢偷我的臭娃子，那个都是下场，给我回来。大哥有话好说。哎呦啊，小伙子倒下留人。你少给我屁话，有脾气不要说那个咖喱味的四川话，跟我说正宗的。快点告诉他们咖喱味的四川话听不到啊。大哥有话好说，我刚刚在吃饭呢。哎呦啊，这儿都给别个打爆了，我要举报你开外挂。开外挂，我天生神的，不服吗？小伙子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出手。你不要忘了我们这边人多。人多兄弟好少，你硬是因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了啊。哎，看招，张大铁李大铁，大把剪刀送姐姐，姐姐留我鞋我不鞋，我在翘脚鞋，翘脚有条乌梢蛇，把你娃儿咬出血血。就你们那些娃儿还想跟我斗，不晓得我人送外号钢板坐船吗？我说你们那些真的是哈气头，找不到工作，找到工作你要说出头。大哥啊，不能够西瓜打烂了。少以后还敢买偷我的臭娃子？不敢了不敢了，那会再偷啷个办啊？问你说话呀，快点。好嘛，你不说话那我帮你说，下回你再偷我臭娃子，我就把人到你嘴巴里去。好了，我电话响了，不跟你两个说了，拜拜。